正不正经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这人是正经的。给大家开个玩笑哈，今天教大家怎么样清理鱿鱼啊。首先把它的牙齿拿掉，然后再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粉末登场啊！喜欢的老铁给小李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，看我今天晚上干来了。兄弟们，我的妈了，今天踩了狗屎了，走了狗屎运了，你瞅瞅啊，满地的八爪鱼啊，这抓的这叫一个过瘾啊！哎，今天这个第一次抓这么多八爪鱼，兄弟们点个双击吧。算了吧，不要你们也不给，给关注吧。马上直播抓皮皮虾，抓螃蟹。来吧，兄弟们，这就是在海边挖出来的那个贝壳啊，这里面有一个八爪鱼，咱们今天给它拽出来啊。如果拽不好的话，就变成七爪鱼了。我的妈嘞！啊，老铁，此视频也不好意思要双击了啊，给个关注吧，看我赶海直播。来了，老铁们啊，这是今天中午啊，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，都是野生的花蛤蟹，还有生蚝。生蚝今天的个头也非常的大呀，喜欢吃生蚝老铁扣一啊，喜欢吃螃蟹的扣二，这里边还有皮皮虾，还有海螺什么的，可以算是丰收吧。Hello， 朋友们，这个是老一辈人啊，500年前留下来的石碾子，今天给兄弟姐妹们做一道美食皮皮虾酱。这个视频呢，我只要两个双击，一个是男神的，一个是女神的。至于关注呢，你们看着过瘾就给一个，不过瘾呢我就不要了，行不行？